成长的第一步就是自食其力，哎，我才有一个锅，自己动手多刺激呀！一下子就违背了三大精神。合伙，玩到，一种胡闹。小哥，别！小雪，你干嘛呢？我学习呢。我觉得我这次考的特别好，没准呀，人家前十。同样都是一个班的，做学生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 有时候要换个角度想问题。这是你的生日早餐，这是你的生日礼物，这么美好的吗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。气门芯儿对吧？太过分了，摸他呀！行了，我不想惹事儿。他就负责学习，咱们俩负责维护世界和平。谁输了，谁跪下认大哥。 宋年哥，宋年哥，宋年哥，你也太好了吧！宋年哥，我突然发觉，你有好多小秘密啊。每个人都有小秘密。哎，继续，继续。现在我们进入了全剧最高潮的地方，爱了我们美好的未来。 美好的未来，爹啊！爹，我跟你说，最近放学有人跟踪你，这玩意儿贼好使，只要拉一下，全上拳，不是我的。哎呦！我妈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学习完了就回来了。